Hello， 大家，我刚刚去了 Trader Joe's， 回来的时候收到了几个包裹。今天波士顿的天气有点烟雨蒙蒙的，那就让我们用这支愉快的开箱视频作为今天的 Happy Ending 吧。先从食物开始，烟熏三文鱼，它上面写的是 A unique smoke of apple, cherry, oak and maple wood。烟熏的味道不会很重，而它的调味做得非常好。然后是 marinated fresh mozzarella cheese。这个是 mozzarella 的小球，浸在香草跟 olive oil 里面，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而且也会有一定的味道。包裹，香蕉， lactose free 牛奶，发现了一个新上的罪恶小零食，是 dark chocolate cookie sticks， 就觉得这个小奶牛超级可爱。Hand sanitizer spray， 我觉得 spray 会比那种啫喱状的会更加没有那么黏腻，然后舒适感更好，而且我很喜欢这个薰衣草的味道。另外 Trader Joe's 必不可少的就是花，这个叫做 Heather， 大件 GoPro， 这个是Hero 8，顺便买了一些装备，就是它的 case 和它的支架。最近觉得多巴胺分泌不太够，所以需要一些巧克力来提升一下自己的愉悦程度。是这样子的，然后里面是这样的一盒，它是松露巧克力。我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一颗，就瞬间整个人都神清气爽。接下来是一个大件，哈！前两天在看 masterclass 的时候，有推荐一门新的教克雷勒的课，所以我希望可以学一些新的东西，月末的时候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学习成果。今天的一万步还没有完成，所以我想要下去跑步。大家晚安啊。Hello， 大家，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今天特别特别的累，妆也花了，声音也哑了。开了4个多小时的车，坐了4个多小时的船，还骑了马。但是刚刚收到了在 Target 买的一个 Dining Stool， 秉持着猴子不藏隔夜食的原则，我现在就想开箱并且把它组装起来。那我们就开始吧。
to dust, I'm down.